Hello， 姐妹们，我跟大家说一下咱们家酵素果冻怎么吃啊。首先呢，大家收到货之后，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吃一条，然后吃的时候呢，一定要细嚼慢咽，这样的话它好吸收。吃完之后，喝一杯45度左右的温开水下去。平常呢，就是白天也要多喝水，一天呢保持在7-8杯水左右。然后如果说你想变细的话，想变细，然后7天内收到货，7天内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吃一条，白天多喝水，一天3顿饭呢，就是大家不要吃一些油腻的，比如火锅呀、大鱼大肉啥的，吃饭稍微清淡一些。另外就是尤其是晚饭，大家吃8分饱就可以了。夜宵呢，大家最好就不要吃了。如果说你实在饿的话，你就去吃这个藕粉，因为这个藕粉是那个零脂肪的啊。7天之后，如果说你吃了7天了，你觉得1天1只没有达到你自己的目标，你自己想要的那个效果的话，然后你就可以加量了，1天2只，每天中午饭后吃一只，喝一杯水，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再吃一只。这样的话就是白天一定要多喝水的啊。饮食方面大家也要注意一下。如果你不注意饮食的话，每天吃一只，它是什么呢？它就是可以帮你保持一下你现在的一个状况，保持你的身材。吃的时候呢，就细嚼慢咽，嚼得越碎越好，嚼得越碎它越好吸收。吃完以后喝一杯温开水，咱们家酵素果冻呢，它就是水果蔬菜发酵成的酵素，没有别的什么东西啊。所以说它是没有依赖，没有什么的。然后大家有需要的可以去下方小黄车可以去拍啊。现在有活动，79.9元，我给大家发9盒，之前是6盒，现在有活动多赠3盒，发9盒啊。